大家好，我们是无间情，节目即将开始了，你订阅了吗？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欢迎收看110年11月17号星期三的娱乐百分百，我是黄伟晋，陈林九，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许富凯，谢谢。恭喜！要开演唱会了，是的。来，心情如何？因为已经演了两次嘛，所以就对我来讲，好事多磨。终于要开演唱会，在下个月12月4号。12月4号。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的演唱会。但是演了两次，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团员，然后演了4次。哈？疯子好像演了四次，对，他有演，他演唱会演了快一年，哇，苦主哎，他是大苦主，这次真的是大家疫情大家都苦，但也是很开心，就是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对，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这一次演唱会有票有三个日期，然后有很多问说，那我之前买那些票到底能不能用？其实都可以用的，都可以用。对，就是2月20、5月29号到12月4号这三个日期都是可以用的，希望大家来。记清楚了，都可以用。那因为演了两次嘛，那这个期间有没有再把表演做得更不一样？或是调整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啊？对，因为我这一次演唱会的那个导演就是圆活团队他们里头的很厉害的一个导演叫郑哥。郑哥。对，然后呢，他这一次呢非常的用心，他想要做以往就是不像以前台语歌的那种模式的演唱会。他做哪一种？哦，新的模式。很现代。哎呦，很前卫，很穿着看得出来，哎呦，这是很前卫，哦，那感觉服装一定是对厉害的哦，紧身胚胎装，没啦，我一种名片，刚讲，那前卫的都是这样子，太前卫了，太前卫了，我怕我的粉丝们受不了，现代舞有没有？没有跳舞这件事，没有跳舞这件事，但是在舞台上那个灯光跟那个效果是非常厉害的哦，大家现在是恭喜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歌王这个部分，真的是9次对不对？入围了9次，终于没啦，没，我入围第7次，拿到奖了9次，我阿光大我没写错，我拿下来了，光大下9次了，七次拿到奖。心情怎么？哎，现在那个讲座是怎样供奉在哪里？现在是放在我经纪人家，为什么不是放在你家吗？因为啊，演艺圈有这么一说，就是你拿了这个奖项之后，尽量就是先不要往家里放。哦，会有会有一些魔咒，是不是？对，先让经纪人有魔咒就好了。没有魔咒，就是自己不要拿回家。对，什么东西啊？对，那这次你会不会有压力？就是想说啊，拿到歌王歌单会不会很难选啊？或者是想说大家会不会想要听更怎样的歌？然后导致在选歌的部分有没有很因为想很多？演了2次嘛，所以歌单也改了3次。哇，也是对，因为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应该是歌单有出问题，你很迷信，我很迷信，我很爱拜拜啦。你连歌单的那个也有比较迷信，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歌单出问题，所以就改了3次。那演唱会他们就是快要崩溃了，导演他们都快要崩溃，因为好事多磨，视讯什么都做，对啊，然后乐队也要练啊，对啊，但还是让你改了。对，是让我改。我相信这样的坚持，这个演出一定是很棒。谢谢。而且这个演出听说有一个来宾是姐姐级的，可不可以稍微小透露一下什么意思？姐姐级，对，没几个，对不对？对啊，姐姐级很就是很直觉，就会很想到某一些谁？你说，先不要讲。你说，姐姐一定是年龄稍长，当然对，长我一些，一点，长你一些啊，一些，不能讲太多，有点跨界。我真的第一个直觉会。想到，谁？谢，我也是想到，我也是想到谢金燕姐姐哦，对，不是哎，哦，直接这样，我们就这样三句法把他那个冷逼出来，好吧，直接不是谢姐姐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家期待一下，不是他，好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设定，你说歌迷最好可以穿礼服或西装去，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说。他们都把我演唱会当作很正式的一个 party， 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不然你们就穿着那个旗袍啦，就把它就那么正式这样子。对，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敢穿，我真的是会在台上就叫你们。我跟你这样一句话，大家真的敢穿？哇，那感觉应该会蛮有趣的，对啊，壮观的。他们都盛装打扮啊，都会 set 头、油头什么的，很有趣哎，就是舞台很现代，然后大家是旗袍这样子，很酷的地方。非常期待你的演唱会，但因为今天我们要出一个小小的关卡给你，没错，当做一个暖身，好不好？哇，每次来都有这种简单的互动小游戏啦。那如果你赢了，我们有东西送你啊，真的好，对。
来来来来来，两关哎，第一关体力大考验。哎呦，演唱会那个唱下来肺活量最重要嘛。是，所以我们这一关就是清唱三十秒，你自己选你自己的歌。对，但是我们要边跳绳。要命哎，这个其实很难哦、喔，因为一定会喘，对对。然后那个抖动，稳定度。虽然你没有要跳舞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训练的方式。好，计时了吗？要带来的歌曲是，要不然我就唱我那个演。专辑这次入围专辑的那个诗歌里头的一首主打歌，是叫祝福好了，祝福大家，好叫好，来来哦，来哦，预备开始。祝福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点心边照顾你。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点在手的旁边。跳的都很稳哎，那是小画面有点荒谬。会当唔想你，祝福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还有吗？哎、okay, 欸，很稳呢，厉害了，厉害了，了也很会跳。谢谢，我先走了，谢谢大家。还有一关，还有一关，没有那么简单，还拿到礼物的，这个很稳定哎。礼物是什么啊？我可以先知道吗？等一下，先过第二关。对，第二关歌词大考验。我们等一下会念你的歌词猜歌，但你以为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念。我们念，对我用念，但是没有秋风词，我都都 OK， 因为你是台语歌嘛，我们会用不同语言来念，没错，对。那第一关先暖身了，我先用泰文念你的歌词，好，泰文的，来，呱呱当当贝，没有了，我先用中文好不好？国语的送分，阵阵风吹啊，吹淡薄啊，我知道，阿涵，明就配，太简单了啦，真的送分题啦，我已经，我英文哦，我是英文白痴，然后那我是，我跟你一样哎，来。I for sky, say something. Forever, 永遠 no. Forever, no. No 什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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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t's my lie. It's my lie. Okay, okay. It's my lie.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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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Wow, wow. Love, love. 啊，好难讲哦，怎么数？我现在是跳着讲。你冷静，你冷静，来。One， 他脸都红了。One 什么 ？Love， love， 啊，好难念哦。我觉得你讲第一句，第一句再讲。The end， the end。对。The end 是台语吗？你念是台语那个人是不是？我是念英文啦。The end 是 I for sky say I for sky say one say one something say one something。我知道，来来来。Forever no。OK， 我知道了。来，两个字对不对？对，决心。决心啦！哎、欸，好难，我好多单字不会念。他们有提示在旁边，我还是念不出来。后悔怎么念啊？我让机会我也不会念啊，反正一样。恭喜你答对了，耶！谢谢。好啦好啦，我跟你讲，先让你宣传，我们好好的去拿礼物。先让你宣传一下，先让我宣传。这个礼物一定要压轴的，这个礼物太经典了，好不好？你先可以有礼物，先把它压在旁边。礼物不是，好好宣传一下这次的。好，我的诗歌演唱会在12月4号。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听我唱歌，晚上7点半开始，谢谢你们。是哦，记得穿旗袍跟西装哦。是的，然后什么时间的票都可以去哦，都可以去的。来，这个礼物为什么要这么隆重？这个礼物蛮重的哦。希望看你现场可以使用它。对，很重，有点重。我们一定是来，你现在拆开，隆重，很隆重。现在拆开，因为是哦，来给镜头看一下，来。几秒安奈可啦？哎，你平常有这个习惯吗？就是三好，我说三好运的时候要穿红金曲奖哦。金曲奖你真的有穿红内裤？我真的穿红内裤。那这种演唱会重大的会不会穿？也是穿啊，我也是穿重大的穿，我很迷信嘛。你们 size 有买对吗？来，这个是哦，跨模4号，感觉蛮大的。四号的，可以的，可以。这个。怎样啦？太小了，他感觉不开心哦、喔。不会啦，是很好。来啦，希望你可以穿，然后演唱会顺顺利利的。我跟你讲，我就真的穿，然后就拍照，然后就穿个鱼板。拍你说，拍照，但不是整个露出来。好像想起来有一点怪怪的，没有，就裤头这样子，然后对着镜子这样拍的。不是那种，不是，不是头那一段。我们想看，我们想看。我不是，好啦，预祝那个徐福凯的演唱会顺利，谢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有狼人杀哦。谢谢许富凯，谢谢。穿内裤，穿内裤。狼人杀，狼人杀。这支影片已经结束喽。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麻烦在下方帮我们按个喜欢。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在下面按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